这是一座清代的四合院，它的主人叫张宇。十年前，他为了家族事业搬到了这里，与这座城市里最古老的建筑天后宫为邻。天津有句老话，先有天后宫，后有天津卫。对此，张宇的感受或许比别的年轻人更深一些。这件作品呢，是清末由我的曾曾祖父，就张玉庭先生，也是倪尔章的第二代张玉庭先生所作。这件作品的形制和我们现在的妈祖庙里的供奉的那件作品非常相像。这就是张宇的家族事业，他是百年世家倪仁章的第六代传人。天津天后宫清末至上世纪50年代所供奉的那尊妈祖神像，就是第一代倪仁章张明山先生的雕塑作品。在清末的那个年代，在我们天津有着发达的漕运和海运，有很多的水手和运输的企业，他们有着非常浓厚的一个妈祖文化信仰的基础，所以在他们的家里边和企业里边经常会要都供奉着妈祖像。所以在那时候，妈祖像也是我们家族里边经常会去做的一个形象。这座天后宫始建于元朝，那时天津这个名字还没有诞生，这里叫直沽寨，是海运漕粮的终点。天后宫就建在港口不远处，行船的人看到庙前的旗杆心里就踏实了，这说明目的地三岔河口码头到了。最早天后宫是船工水手祭祀妈祖并举行酬神演出的地方，兴旺的香火引来人潮，周边渐渐形成了繁华市井。后来明朝定都北京，在此设卫建成，天津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。在妈祖庙周围，除了黄会的时候会非常热闹，有黄会啊，各种各样的花卉。在平时呢，有很多的商贩，从清末甚至说更早时候就有这种商业的聚集，基本上没有使这条街的人脉或者商气断掉。我父亲他小时候也会来，然后我也会听我姥姥说，他小时候来这条街赶庙会啊，很多很多的事情啊，就这种传承在天津人的心里边，他一直没有散掉，没有散去。所以这也是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来建我们自己的这个小美术馆，来做我们自己家族文化的一个初衷。人气便是香火，香火便是文脉，老庙、老街、老字号相互成就，相依相伴，走过了百年风雨。其实中国沿海许多著名港口城市的开发史几乎都与妈祖庙息息相关。宋代的华亭、杭州、泉州、广州四大市舶司都和妈祖庙建在一起，还有营口、烟台、青岛、连云港等，都是以妈祖庙的兴建为标志，使荒凉的渔村变为繁荣的港口城市。